有请周柯宇打在公屏，朋友们。是的，来了，我太高了，我真的好高，对，太高了，真的好高。Hello， 柯宇。然后呢，这个因为柯宇是第一次来直播间，对不对？所以今天咱们就是说，除了我们奥利的好产品之外，然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很多跟柯宇相关的福利，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给到大家一共会持续给出7张我们柯宇的拍立得签名照，还有5张柯宇的签名专属的这个专辑，然后为你我可以，对的，还有6个 iPad 福袋，10分钟1个，同时还有5份重磅大礼包，包含了10支奥利的雪糕，哇，加上签名专辑，加上拍立得签名照，加上柯宇的明信片，加上抱枕，对，然后同时我们都知道，各位朋友们，如果你也是柯宇的粉丝的话，你应该有一个很亲昵的昵称，叫什么？宇航员，对的。所以今天我们所有拍下我们奥利雪糕的朋友们，全部都是我们柯宇的宇航员专属冰袋给大家发货，对的。然后同时呢，我们今天拍了雪糕的朋友们，拍了雪糕组合的还有2000份我们柯宇的明信片，但是我们是限量2000份的，对的，对的。所以各位朋友们，今天除了我们要送出这么多好东西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呢？抓紧礼。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10个名额，就是我们在直播间拍下我们的雪糕糕的这些朋友们，然后呢，我们抓10位朋友给大家，抓紧礼，然后呢，让柯宇给大家请吃雪糕，好不好 ？OK 吗？来吧，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把周柯宇打在公屏上啊。同时呢，左上角的福袋还有14秒钟就开奖了，不要离开直播间，不然的话就无法中奖了。然后，哎，柯宇，我问一下啊，就是，哎，要不然你先给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对，然后我再问我的问题，因为我有一肚子问题要问你。可以，没问题。好，来。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Oatly 品牌大使周柯宇，很开心今天能够在交个朋友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和 Oatly 一起交个朋友。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想问一下，就是怎么说呢？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柯宇来到直播间，谢谢。因为我确实啊，就往常呢，就我都跟女生搭。然后我们直播间很少会有，就我还跟罗老师打，但是罗老师的颜值你也是知道的，所以今天呢，你看你来直播间了之后呢，我就稍微会略显有点紧张啊，因为你看，没有，太棒了啊！然后今天提醒大家啊，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同时呢还有很多的福利，而且我们今天还安排了很多很好玩的小游戏，对不对？对的。各位朋友们，宇航员已经打到公屏上了，对的。所以今天大家下单了雪糕的朋友，我们全部都会给到大家什么呢？就是我们宇航员的专属冰袋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的1号链接，对不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直接拍哦。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第一次上到这样的直播间，然后呢，当然得问一下你的感受啊，因为就偶尔我们可能自己的直播可能不太一样，对对对，自己会跟粉丝做直播，但是有时候可能机器这样一架很多东西，直播间随时随地它都是比如说瞬息万变的这种情况，然后呢，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到不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感受？我其实确实，我平时自己私底下偶尔也会跟粉丝一起直播，对，和这个是很不一样。我刚才台下最大的感受就是。好专业，我听那个老师在那边喊上链接的时候很有那个氛围，对，就以前在网上看直播的那种氛围。因为我平时私底下跟大家直播其实就是没有什么主题，就是唠嗑，就拿手机播可能，对，就可能就手拿，甚至连支架都没有，更不会有就是架的光啊等等，就是这样。对，主要都是跟大家聊天为主，对不对？对，比较随意。是的，但是你今天我觉得应该也是带着任务来。当然是，我正要说，今天主要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 Oatly 推广我们的产品。哦，好，1号链接已经亮了。所以今天是带着什么样的产品呢？因为我之前啊也在吃，我在喝，比如说奥利的燕麦奶，然后呢也吃奥利的其他的产品，但是好像有一个新品，我之前尝过，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夏天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对，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到大家隆重推荐的，在我们的1号链接，就是我们的奥利新品，叫做我们的奥利星球雪糕，是的，非常好吃。然后我就想，哎，刚好给大家展示一下，展示一下，说到哪儿有5种口味，朋友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哇，专业，是的。然后，我们知道啊，今天是几号？今天是5月31号，对不对？对。我记得你是金牛座，对吧？哎，前一阵子好像刚过完生日，就5月17号。对。所以你自己也办了一场自己的一个生日 party。哎，对。对对，然后也做了一个第一场的巡演。反正我觉得这个生日是非常有意义的。是的。然后呢，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因为可能有很多朋友是没有当时到场的。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其实，
当时过生日的时候是办了一场巡演，嗯，还有一个小小的派对，嗯，当时我们在广州，然后看了广州的珠江，哦，和粉丝一起在一个小船上面。哇，这么浪漫吗？这么浪漫吗？对，所以这个是我对当天过生日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生日的最后几个小时，过零点之前，其实就是在珠江上面跟粉丝一起待着。嗯，然后那天还在广州开了一场很开心的巡演。嗯，对，然后那天的日子比较特别，因为除了是我的生日以外，那天也是我官宣和欧丽合作的日子。哦，就那天，对，也是5月17号。5月17号，是的。那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非常重大。是不是也是第一次跟粉丝一起过生日？嗯，算是，就是因为真的是名，就是字面意思。对，我和粉丝一起过的生日，是我们面对面。对，然后就我在上面和他们玩游戏，然后他们在船上，就我们都在甲板上面啊，有的时候可以看风景。对，弹幕都着急了，但是你知道吗？就现在，对，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也想听这个点。就是因为今天你看已经讲了，5月17号那天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我有点小嫉妒，小吃醋，对。所以今天为了弥补一些我们在那天生日没有来到我们生日聚会的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宇航员朋友们的遗憾，所以今天我们也带来了柯宇的专属福利啊。嗯，今天我们的柯宇的专属福利是什么呢？我们直接给大家来吧，直接来吧，给大家预告的，我们先给大家抽在我们的。所有的点了关注，加了灯牌，打三个字“宇航员”，然后所有的朋友里面，我们抓7位朋友，然后我们给大家给到我们柯宇的什么？我们的明信片，嗯，好不好？来，一整个屏的哦。对对对，嗯，就这样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对，亲签哦，朋友们。哎，我们再做一个截图环节，好不好？导播老师给柯宇一个特写吧，然后呢，我们俩避开，然后大家可以截图当做自己的那个手机的封面。哎，对对对对对，可以的，摆一个 pose， 就我们灵魂三拍，行不行？好 ，OK， 来，灵魂三拍，第一个 pose， 第一个 pose， 来，第二个，三二一，第二个，好，三二一，第三个。哇塞，非常可爱 ，OK 了，可以的，大家应该都截图保存好了，都截图了吧？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动动我们的手指，点关注，加灯牌，打三个字“宇航员”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直接抓7位幸运的宇航员们，我们抓经理，然后给到大家这个我们的明信片啊，签名款的。是的，来吧，准备好喽。准备好。那个我来抽，然后柯宇你倒计时，好不好？倒计时，好的。OK， 好的，大家一起参与进来啊。但是前提一定要在这里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一定要点关注亮灯牌哦，朋友们。对，这个位置呢，点一下关注，再点亮小红心，加入我们的购物团就可以了。是的。然后同时加入购物团之后，你看现在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没有加购物团，赶紧加一下，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作废掉了。你看现在我们加购物团的朋友们，一会儿带左边这个，购物团，对，购物团灯牌的，然后打宇航员三个字。我们抓7位朋友啊，我觉得还是蛮多的啊。没错，就一整个屏的朋友们。对，直接截满屏。如果你要是没有亮灯牌，一会儿截到你的话，也没用。是的，也没用。要带上这里，带上我们的购物团灯牌。对，哎，购物团灯牌，点一下，然后成为交朋友的粉丝。给大家一点时间反应一下。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刚好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们要给出去的抓锦鲤的这个小礼物是什么样的，给大家看一下。来，导播老师给这个一个特写，哦，是有签名的。好像只有这一个明信片是有签名的啊，所以各位朋友们，对，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而且今天我们带的是纯燕麦奶的雪糕，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1号链接也可以干嘛？就是也可以直接去下单，都没问题的。因为前两份的话，是的，都会有专制定制的一个冰袋的啊，宇航员的冰袋，朋友们，没错，越早拍下越早拿到。是的，大家记得一定要加一下我们的灯牌哦，然后我们打宇航员，倒计时15秒，我们要开始抓锦鲤了。同时还有什么？就是除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明信片之外，哎，我觉得会不会今天我们给的东西比你生日那天还要隆重啊？就是我看有很多，这个补偿很大，还有5张，对，5张签名专辑，哇，这个很丰富。那这样子，我们一会儿直接抓完7位朋友，给出我们的明信片之后。然后呢，我们再直接连着抓5位朋友，直接给专辑，好不好？没问题，就来一个非常厉害的啊！对，来，准备好了，来，大家来吧，各位朋友们，来吧，倒计时，对，倒计时，点关注，加一下我们的灯牌，然后打“宇航员”三个字，然后我们直接截屏就可以了啊！是的，对，哎，这个截屏是3指，但是不太建议大家打一排哦。大家就干干净净三个字宇航员，哎，宇航员就行了，赶紧加灯牌，因为我们要截一排的朋友。对，来，准备好了，倒计时。5，现在点关注朋友们，对，关注点起来，4、3、2、1，走，
OK， 让我来看，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让我看看。OK， 好羡慕的一排。这里面你看，有两位幸运的朋友，对，两位幸运的朋友，一位叫做我们的杭州，杭州明姐选房啊，明姐对，可以的，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明姐，对，恭喜明姐，恭喜恭喜。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叫做怪我喽，哎，恭喜这两位朋友，来吧，这两位朋友恭喜大家。再来继续来继续朋友们一定要点关注亮灯牌、哦、对一定要亮灯牌啊、哦、要不然就可惜了算数了点这里点这里点这里 对， 对点一下连击点关注再点一下加灯牌对来准备好了来吧柯宇倒计时来五四三二一走 OK 我觉得哎这个多对对对一共有三位三位啊三位恭喜以上三位朋友们恭喜恭喜来看一下一位是我们的来大一点老师大一点哎谢谢一个是我们的叫做从此陌路啊这个朋友还有我们的小石同学还有我们的情有多深爱有爱有爱有多真都是很 emo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挺好的 OK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一个截屏给大家抓什么我们的签名专辑，对不对？签名专辑，来吧，我们的签名专辑，来给到大家。恭喜刚刚的朋友，其实刚刚拿到是明信片，刚刚那波抽中的其实是拍立得的亲签，对，是这个朋友们升级了、哦。是的，他自己拍照片的拍立得亲签、这个，给大家抓起来、哦。这个就是专辑，实体太帅了，太帅了，实体专辑可以收藏的了、嗯。来，各位朋友们，这个我们抓五个行李，对不对？签名在这里。对，然后哇，背面还有签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不是单单的一个实体专辑，这是刚签的，对。就刚才他在我们休息室直接签的，对啊，然后来给到大家，我们抓五位幸运的朋友啊，来准备好喽，还是一样的，点关注加灯牌，然后打三个字宇航员，哎，来那个杜伟帮我拿一下，谢谢。好的，来准备好喽，给到大家，只有五个名额，各位朋友们一定要点关注加灯牌，然后打宇航员，同时左上角还有一个 iPad， 不要离开直播间，不然无法中奖了。来吧，我们准备好了，大家赶紧去加一下我们的灯牌。感谢各位朋友，你看我现在，我之前我跟罗老师直播，我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小心心，是吧？对你来了就是大家对你的爱，你看全是小心心，机票一顿送，谢谢家人们，感动了，感动了啊，感动了，谢谢谢谢家人们，谢谢家人们，谢谢家人们。对，来准备好了，我们点关注加灯牌，我们准备开始抽了，倒计时。本轮我们抓的锦鲤是给出我们的五张周柯宇的签名专辑《为你我可以》，来准备好。来吧，柯宇，倒计时，来五、四、三、二、一，走走。哦，这一满屏啊，都是一满屏，恭喜恭喜！给大家看一下啊、哦，看一下都有哪些。来吧，哎，屏幕前的各位都已经激动的跳脚了。对，是不是你呢？是不是你呢？第一名云淡，哎，恭喜云淡，恭喜。然后恭喜小幸运，小幸运，你确实挺幸运的啊。然后还有，我看一下这边这位朋友。痛有一点叫做什么？叫做从此陌路，还是从还是从此陌路？哎呀，恭喜恭喜！从此不陌路！哇，对你的可以的，确实确实确实，对，很幸运。魏柯宇，你可以啊！来准备好，我们那我们还能再抓一波，对不对？可以、啊。来准备好，刚才送给出了三位，现在还有两个幸运名额，来准备好了，倒计时：五、四、三、二、一，走！哎。好像如果没猜错，就是刚好两位来给到大家看一下。恭喜我们的 H 这个朋友啊 ，H 打头的叫做 HIIS 的这个朋友。恭喜！然后恭喜我们的喝水冠军，恭喜这两位，刚刚好五位，恭喜恭喜。然后恭喜以上的朋友，我们给到今天在交朋友直播间，然后呢，柯宇，就是借柯宇跟你交的一个朋友啊，然后呢，给出我们柯宇的专辑《为你我可以》。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很好玩的东西了，因为我非常想吃这个面前的东西，雪糕。对，这个雪糕。哎，我想问一下柯宇，就是你平常自己在，这个如果我今天可能没有一些活动，那我会比如说做什么事儿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自己的小活动？平时其实要是不工作的情况下，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待着比较多一点，然后在家。最近在家待着，如果有空的话，会多打打王者。哦，打游戏，打游戏，对，对会多打。什么段位了？现在？现在是无双王者。我的天，那不行，我跟你打不了，我们俩段位无法匹配、啊。没有办法匹配。对对对，无法匹配。可以匹配，没有办法排位。打什么英雄比较厉害？打野，打野多，可以的。对对对。
野王啊、哦，可以。嗯，然后呢，主要喜欢用什么英雄呢？平时用英雄，嗯，这个蓝宫本药。哦，比较多一点，可以的，都是操作型的，都是一些野核英雄，对对对，操作型，然后特别需要节奏的那种，对对对，对吧？是的，是的。对，然后呢，我还想聊一个事儿，就是、哎、你看，那你平常比如说会不会自己也在去，比如说经常会做音乐啊，练习什么的？因为我知道可能你们之前很辛苦嘛，嗯、所以呢，本身你也发了一个专辑嘛，对，可以跟在直播间刚好跟大家安利一下你的新专辑。对，对，其实我这张新专辑叫 If I May， 嗯，它的英文名中文名叫为你我可以。对，然后这张专辑其实是从大概大半年前就开始筹备的一张专辑。嗯，当时我的团还没解散。嗯，对，然后当时就是已经提前很长一段时间在准备这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呢，是我人生当中第一张个人专辑。个人专辑。对，然后这张专辑有12首歌。嗯。现在发了11首，哦，那还有一首，还有一首，对，还有一首没发，还有一首彩蛋，对，有什么说大概有一个预期，大概什么时候会跟大家见面吗？很快了，很快了，对，确实很快了。但这首歌比较特别，因为它是整张专辑里面唯一一首我自己创作的歌。明白，哇塞，那这个全是就是很多，应该会有很多感情和心血在里面。对，就是比较我的风格的。对对对，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如果从你的专辑里面选一首歌，然后呢，你感觉就是哪一首歌会跟能跟我们的雪糕，对，跟我们的雪糕会比较搭呢？你会跟就是我们的宇航员们推荐哪一首呢？如果是和欧丽的雪糕搭配的话，我选有一首叫 Stay 的歌吧。哦，为什么呢？Stay 是一首很轻快，很活力的一首歌，可以等一下我给你们听一下。哎，可以，没问题啊。等一下我给你们听一下，其实你们就能 get 到它那个画面，就是它是有夏天的感觉，因为我 Stay 拍了 MV 的，对，然后 MV 的时候就是我们拍的场景啊，然后整个氛围其实都是比较夏天，甚至我们当时也有拍士兵进营的。哦，有这样的画面。 对，有这样的画面。明白。所以要一说和欧丽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快联想到那首歌。对，所以各位朋友们可能今天下单了这个欧丽的我们的这个雪糕之后，然后可能也能够想到那首歌，想一个场景，就是你在听着柯宇的 Stay， 然后呢再吃着这个雪糕，就感觉哇哦，这个夏天真是太快乐。对，这个夏天是非常快乐的，非常快乐。而且这个2023年夏天是值得被记住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对，然后呢，刚好啊，最近你看杭州，你从北京过来，对不对？从北京来。北京热还是杭州热？杭州好热。我跟你说，你来这两天真挺热的。你来这两天是杭州非常热的时候。是一般情况下5月份的杭州就是比较热的。对，就是热，而且湿气很大嘛，所以你一定要晚上就做好保暖哦。然后做好那个什么，对，就你开空调一定要做好保暖，就这个意思。对对对，你懂我的意思就可以。我懂你，可以可以可以。好，然后呢，就是春日这个高温的夏日来临了，所以呢，每到这个时候就想吃点凉的。那你是不是自己在家没事干，可能也会比较喜欢吃冰棍？我家冰箱里囤的是有。全部都是吗？对，每个口味都有，但是我有自己比较爱吃的口味。哎，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今天有很多口味。我自己比较喜欢吃的，正好摆在中间。哦，正好就是这个拿铁的。对，我们的这一款，而且是零蔗糖的。零蔗糖，我一看你就知道，你肯定平常身材管理很厉害。很特别，因为其实平时吃冰淇淋之类的，对，会比较注意，甚至会看一眼成分表，它有的含糖。哇，你。真的吗？我以为只有我这种，就是到了30岁以上，我可能才会看。对对，我一定会看，怕自己代谢不了，是不是？真的是这种感觉。对对对对，很怕有那种反式脂肪酸。没有，看一下看一下。哎，真的真的，我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会非常看仔细，就是我们的配料表应该怎么样。对对对，是的。然后这个就是很特别，其实不管它，因为欧丽有零蔗糖的雪糕，也有不是零蔗糖的雪糕。对，但是呢，所有的版本里面都是零反式脂肪。其实这个就已经很重要了。是的，对，因为反式脂肪对身体其实不是很好。哇，你一定这么养生吗？我的天，可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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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推荐这个零蔗糖拿铁，对不对？拿铁，对。而且零蔗糖拿铁也是目前我们欧丽的这几口味里面好的那种，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直播间不能说极限词，所以你悟一下好是不是？好就是微，你知道对对对对对，我学到了新词儿，对，就是好的那种。好，对对，所以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下单的时候，如果是这个组合您能选的话，我也建议可以多尝一下我们柯宇推荐的这一款零蔗糖的拿铁雪糕。对，
对的，然后我们今天哎已经给大家上架，对不对？上了上了。我这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一会儿要抓锦鲤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尽快下单。同时，我们今天限量了2000单这个产品，对吧？对。只有2000单是带柯宇的明信片的。还有。所以刚才大家看到，对，还有哦，对，要给大家这个宇航员的冰袋，这很有意思。是前两天才会有的。是的。限量的。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有宇航员的元素。我当时拍广告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是吧？对，可以的。那你还带过来了，开玩笑。但每个人呢，我们收到货都是这样的一个宇航员冰袋，这个真的是可以有纪念意义的。嗯，真的推荐大家哦。然后同时，咱你也出汗了，我也出汗，要不咱们边吃边聊，没有怎么样？对对对，我也是。边吃边聊，太热了，我们直播间啊。主要今天那个啥比较热？这个拿吗？哦，可以可以，那个是摆的是吧？我们拿这个，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我吃一个墨香红茶味，大家自便啊，吃什么都可以。我也想尝一下你这个味道。哎，可以可以，我这给你，还有给你试一下，给你试一下。你俩都先吃。我可以，没有，因为为什么？刚才拓哥在下面，我们上来之前，我们就在问说你喜欢哪个味道，对对，口味比较好。姐，你想吃哪一个？是的，我你们俩吃，然后我给大家 Q 一口，再分大一点。啊，可以可以，好的好的。然后我们今天到手的话是有10个，而且是有5种不同的口味。这个。然后。我之前知道，因为你5月过生日，应该是金牛座。金牛座，金牛座，金牛座。5月份也可以是双子座，也可以是双子。但是我是金牛座，是21号以后应该双子嘛？嗯。然后刚刚他也说了，他自己比较喜欢吃一个拿铁口感的。对。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金牛座的话，这几个口味有没有比较适配的？我跟你说这个很好。就如果是星座的话，和你一样星座会喜欢什么样的口味比较适配？金牛座的话，和金牛座比较适配的，就可以性格，然后配合他的口味。我觉得反正对我个人而言嘛，我性格就是我确实平时比较怕吃太甜的东西，嗯，所以我吃欧力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吃零蔗糖版本的，嗯，然后因为就是你狂炫也不会很担心，对对，还有。好，你既然提到金牛座，金牛座是什么？就是大家平时说一提金牛座呀，抠，这个，而且我白三女小尖，我身边的金牛座都很爱吃，哦，是吗？嗯，但是你肯定，我也爱吃，你也爱吃，但是你会看配料表。我挺大方，我真挺大方，但是说这个适合金牛座朋友，我刚突然想一个很好的比喻，比如说吃燕麦拿铁口味的，我不知道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喝不喝燕麦拿铁。你如果在咖啡厅买一杯燕麦拿铁的话，一般价格会是在30块钱左右。对对对，怎么着也得，因为它燕麦奶还有咖啡，对，要放在一起。嗯，你还要看你加不加糖，你要什么口味的，是的，对吧？但是，零蔗糖的燕麦拿铁15块，直接减半。真的。花小钱办大事，是吗？零蔗糖燕麦拿铁15块钱，这种感觉。那我一定选零蔗糖呀，对啊，又便宜，然后又健康，也能喝一杯拿铁。对啊，就是这样的。对，所以如果是你对自己的身材有要求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去吃。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可能喝咖啡会比较少，但是吃冰棍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给人幸福的，真挺幸福。比如说我们现在从一个很热的地方回到家。然后呢，你家里面打开门之后有那种冰箱门，有那种冰棍，然后你一吃，反正吃完还无负担，这件事情就很爽。无负担真的很爽。对对对 对, 对, 对，就特别适合现在可能正在身材管理的姐妹们，然后夏天又嘴馋想吃点冰棍的，这个真的很棒。但很多朋友说的是，这个如果是没有糖的话，是不是很难吃？它里面有火锅，它是那个甜味来源是给大家做的这个麦芽糖的一个纯液，对，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它那个热量就是有一些的啊，有一些不是零蔗糖的款。它的热量就是白砂糖的60%。哎，我要不要给你拿张纸啊？而且我还好，给大家做的是代糖的赤藓糖醇，采用的是那种酵母发酵的工艺，零卡零脂的。所以就是像我们柯宇一样的帅哥美女们，真的你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有好看的，上镜好看的，对，或者说是身材管理期间的朋友，吃它基本上你不用太大的担心，没有什么负担。对，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柯宇来。我们就是来吃冰棍的，对，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也给大家送福利，也送，就是也给福利了。除我们一会儿我们就抓锦鲤，同时我们还要给大家，哇哦，今天就带劲了。我觉得粉丝福利这个特别炸，你知道吗？正常我们的欧里因为是实打实，全都是好材料啊。然后刚才他们让我展示试验报告，我没展示。然后呢，这个129块钱，我们一般是10根嘛，对不对？但是今天给到所有的朋友们129块钱11根，多的那根儿，哎，就是怎么说呢？可以请的。对，就是可以请的，就是可以请的。同时还有下单的朋友，还有我们今天柯宇的专属的我们的冰袋，
哎，专属的这个宇航员冰袋。对的。然后还有什么？还有柯宇的明信片。嗯。这个明信片也是我们日常可能比较难去拿到的。对，限量的、哦。只有2000份啊。只有2000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拍，今天只要99块钱。是的。今天是既打了折又多给你安排了，然后同时各种口味都有，非常。最重要的是还好吃。对，非常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欧里他们家的所有的冰棍都是实打实的好材料。对。同时，哇，就是那种基本上。就对不起啊，没有没有，先嚼先。对，嘴巴里面东西太多了。先捏。就是它不会很甜，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就是它不会带糖。对，因为我们你看啊，比如说我们俩是主播，嗯，然后呢，柯宇是艺人，我们其实都会比较在乎自己的外形、外在的。说白了就是还算有包袱。对对对，还是有一点点的啊。然后这个呢，当然我现在也是30岁发福了，要不然，要不然我跟你说，真没有，没有拓哥。行吧，可以的，可以的，帅的。所以大家要买要吃甜食啊，还是要去选择那种零糖低脂的啊，然后零反式脂肪酸更健康一些，尝一下拿回去吃一下，你试一下每一个口味，第一个你不会腻，因为它不够，它没有特别甜嘛。对。第二个是口味很丰富，你买回去了之后呢，想吃任何时候，我的今天我的心情是蓝色的，我就吃蓝色的。对，我就吃蓝色的。我今天心情是棕色的，嗯，那就吃棕色的。我也可以吃粉色的。对啊，那你什么时候心情是粉色的？我很少心情是粉色的。啊，了解了解，可能做音乐的时候心情是粉色的。对，嗯嗯，这样的。所以啊，推荐大家，而且我们俩现在吃的是那个红茶茉莉，它里面是有茉莉香，然后还有波波，还有我们的。我就刚才想问你，我说这个里面那个就是Q弹的东西，对，那个Q弹是什么？就是波波，就像你喝奶茶的时候吃的那个珍珠的感觉一样。对对对对，嗯，就那个非常好吃。各位朋友们，你可别看我们现在在吃冰棍啊，我们吃完了以后很吓人的。其实我们也在卖货。对，马上就给大家抓锦鲤了啊，朋友们。这是我没想到的，这句话是我没想到。对，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拍下了，是不是？拍下千万不要走开，因为一会儿我们会在所有下单的成功付款的朋友当中想一个口令，然后给大家抓锦鲤，也就是这个雪糕，请您吃了，朋友们就不需要花钱，我们大家吃。咱们今天就抓一个，抓个，还有大礼包呢，抓个五位吧。对，大礼包呢啊，我们还有大礼包，还有大礼包，就是五个大礼包，是啥都有的。多大的礼包？相当大。OK OK， 就是什么明信片呀、抱枕呀、各种周边都有的一个大礼包。对，5套，朋友们啊，就是会有5位的幸运朋友可以拿到，有五位幸运朋友可以拿到这里面大的礼包，包含了11支的雪糕，还有签名的专辑，还有拍立得的签名照、明信片、抱枕，1、2、3、4、5，哇，可以的，5份的大礼包，我都想要一个。行，没问题，可以的。那一会儿我们少抽一个，自己拿回去一个。别抽，还是正常抽5个哈。对，正常给大家来5个。对。然后这里面是不是包含我们刚才给大家抓的里面的礼品？有，但是它是一个专辑有吗？专辑有啊，签名的专辑有啊，就是这个签名专辑有，这个实体专辑有，这个收藏价值很大。照片，照片，拍立得的照片，拍立得照片，我看一下是私房照吗？我看一下，就自己拍的照片，拍立得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展示一下。我一定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每一张都不一样的。这可不是，这可不是单纯的，真的。对，照片全都是签名照，给大家看一眼，这可是签名照啊。而且还是我和欧丽合影。对，欧丽的合影，同时很私房，我觉得还蛮私房的。而且各位姐妹们、粉丝们，宇航员拿到的就基本上就是这一个。我是的，我说实话，我拍这组照片的时候，我眼睛的麦粒肿都还没好。真的？但是就是这是限定麦粒肿合照，懂吧？了解。哎。那一年我们一起掌握的麦粒肿，不只有欧里，有周柯宇，还有周柯宇的麦粒肿。对，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签名。对，哦吼，我这张帅了，这张帅了。大家家里面有没有那个冰箱？就拿那个磁吸一吸，就放在那里。贴在冰箱。然后你开冰箱，有的时候早上不是开冰箱可能会拿橙汁啊什么的吗？你想，你开冰箱过来看到的是你的。你的偶像，你是什么感觉？而且打开冰箱就吃到一个雪糕，还是偶像代言的。哇，是的，哎，太棒了！我也想有这种生活，真的是太美妙了。我回去一会儿送你一张我照片。开个玩笑，来吧，我们一会儿我们抓几个？5个大礼包，10个
哦，可以的，来吧，给大家抓五个大礼包和十个锦鲤，来五个大礼包，我的天，对对对对，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我们二号链接是我们那个燕麦奶，对不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知道我们的奥利的话，基本上是那个燕麦奶，大家了解的。哎，有喜欢的，我们也可以那个，对，也可以去拍，对对对，也可以去拍，也是很便，很合适的一个价格。哦，但是我们抓是这样子的，各位朋友，我们是这个下单的朋友们里面，因为这是个锦鲤啊，锦鲤肯定是要，比如说您下单了有记录，我们给你抓了，就是这个意思啊。而且今天我们是官方旗舰店发货，保证正品啊，我们连代言人都请来了啊，各位朋友们放心，直接冲，放心买，对，放心买，假不了。假不了，对，人也是真的，这个人也是真的，我也是真，这不是录播哦，这也不是 AI 哦，这不是合成的哦，对对对对，现场直播哦，是的。但是大家如果想要抓锦鲤，就是让柯宇请大家吃雪糕的话，那么就得成功下单并且付款，对，得拍下付款了，朋友们，融化包赔哦，对的，对。你看，你现在有没有看到我们就是在暗处有很多女生在旁边，您就联系客服就可以了，好吧？对你下去之后，可能就是大家会抓你合影的，对对对。然后早知道我们俩，没事，咱一会儿站这儿合影。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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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影一下。然后来吧，准备好了，各位朋友们，我们要给大家抓了啊，抓了。抓。对，朋友说把周柯宇上链接。周柯宇上链接。这不行。卖多少钱呢？怎么卖呢？这个。给大家包邮啊，对，送货上门，好吧？然后来吧，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准备给大家抓喽。我们先给大家抓什么呢？抓五个锦鲤吧，好不好？我们先抓五个锦鲤。对，在我们下单一号链接的朋友里面抓五个锦鲤，倒计时一分钟吧。然后倒计时一分钟结束，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一下，点关注加灯牌回来打，想打什么打什么都可以啊。可以，这柯宇请我吃，太长了。对对对。大家就打，要不请我吃雪糕，可以吗？可以，或者直接俩字儿抽我。啊，也行，要不请我吧，也都行啊，请我，抽我，大家以为这是，也行也行 ，OK， 请我，抽我，大家以为这是什么直播间？这什么直播间？对，一分钟倒计时了，我们已经打了，抽我，我看到，一号链接，各位朋友们，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一会儿，抓锦鲤这一波五个幸运名额是直接给大家把单报销了。哎，报销五位幸运的朋友，对，请你吃雪糕了。夏日炎炎，来一个柯宇，请你吃雪糕。我们今天倒数十一根，对不对？柯宇，请你吃十一次雪糕，什么概念？天哪！你就想一想，这个多爽，多带劲。然后我们这一波抓完之后，还有29秒，还是28秒。然后这波抓完之后，我们来抓那个，我们的大锦鲤，对，大礼包，对对，也是下单付款的朋友们里面，好不好？拍下记得要付款哦。好。对，然后诚挚的向大家推荐奥利我们的这个雪糕糕，真的很好吃。是的，再给大家说一下，它是零反式脂肪酸，是，我给大家做的是代糖的，每个口感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回去感受一下，好吗？对对对。而且我们今天是京东冷链发出，很多朋友担心可能到家化了是包赔的。OK， 所以各位放心。是的。然后我们最后5秒钟的时间给大家付款了，朋友们。对。因为很多朋友下单了，下单是不算的，因为我们得成功下单并且支付。付款之后，您点了关注，亮了灯牌，打抽我或者请我都可以。没错。来，准备好了，点关注加灯牌。哇，现在已经热卖900份了。这900位朋友已经下单的朋友，今天不管有没有抓到你的锦鲤。都会给到大家我们只有宇航员专属的一个冰袋，对，同时还有柯宇专属的明信片，而只有2000单的库存，现在下单的921位朋友里面，全部每一位都安排上了，是的，而且这些应该来说，哎呀，如果大家出去就是出了我们直播间之后，然后呢突然间比如说我的朋友也是你的粉丝，那个人就该吃醋了，真的，因为他正常买他是没有这个对明信片的，对对对，什么都没有的。来，准备好了，我们现在抓五位，还是截屏吧，我们好不好？来，准备好了，截屏，大家点关注加灯牌，确认下单付款，随便发什么，发请我或抽我都可以哦。对的。然后来准备好了，如果没有加灯牌不算的哦，现在下单未付款也是不算的，下单已经付款就算了，现在热卖953单，来准备好倒计时，来吧，柯宇，我们到来五四三二一，走，好嘞，来恭喜，哇，五位对不对？五位，来给大家看一下，哎，好的，来吧，各位朋友们，
这个恭喜第一位朋友，你看1900你就1900了，你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你没有加我们的购物团。对，恭喜第一位科科爱可乐。哎，不会是以一个也叫科的朋友吧？还是你平常喜欢喝可乐？可能他就是他们习惯叫我科科。科科，明白。所以你喜欢喝可乐吗？喜欢。OK， 了解。那可乐和冰棍呢？他跟冰棍比不了一点。哎，了解。嗯，是的。来了，是小熊。哎，是小熊欧这个朋友，还有叫做离我远点，太淘气了。今天欧子里非要离你近点。对，你中了。会飞的兔子啊。恭喜恭喜，这是四位对不对？四位朋友。OK， 我们再点抽一位吧，好吧。好。来，我们一共是五位嘛，来倒计时，现在拍一下付款还来得及哦。好，来准备好，马上热卖签单，五、四、三、二、一，走。恭喜阿白不吃酸，恭喜这个朋友是我们的盾牌，点一下关注，看一下行不行？第五位我们的。哎，请客的朋友，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好，恭喜阿白不吃酸！哎，恭喜刚才的四位朋友。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哦。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抓的锦鲤比刚才的还要过分一点。哦。有什么呢？我们给大家依次展示一下我们的大礼包都有哪些内容。对对对。首先呢是有11支雪糕。是的。其次的话会有他的专辑签名的专辑。没错。以及拍立得的签名照。亲签的照片哦。对，亲签照片。还有抱枕。而且非常多张，给大家看一下。对。还有抱枕。还有抱枕。是的，这个非常多。抱枕。抱枕，不好意思啊。这里。对，还有抱枕给到大家，来准备好了，我们抓五位锦鲤，对不对？大家一定要下单并付款哦，不然的话是不算数的。各位朋友们，赶紧赶紧一号链接下单，今天到手再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到手一号链接什么呢？我们往常是129块钱，10支雪糕，但今天因为柯宇来直播间带着奥利的雪糕来的。我们奥利的品牌形象大使也是柯宇，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更多的福利，就是我们今天99块钱给大家打了折，到手11根雪糕，多了一根，对，多了一根是柯宇带来的，然后同时还有我们今天下单的，除了我们一会儿的这个大锦鲤之外，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柯宇的专属明信片，对的，对，随单给到大家，但是只有2000套。所以各位朋友们，今天拍一套就给一套，拍两套就给两套，拍五套就给五套，主要看你冰箱能不能装下。是。因为冰棍实际上来说，怎么说呢，就是吃完一根其实也挺快的。对。然后呢，11根吃11回也挺快的。所以冰棍冻到冰箱里面，任何时候想吃我们拿出来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是零糖、零蔗糖、零仿式脂肪酸，哎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零脂的，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对你的身材有要求的话，那么但是又嘴馋想吃雪糕，那一定要干嘛？就是来它，一定要来它，是的，对的，朋友们，对，来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准备给大家要抓五位了啊，大礼包给到所有的朋友们，一号链接。是，这是我们的专辑的签名，专辑签名，还有拍立得，是的，还有我们的11根雪糕，而且是仅限我们直播间有11根哦，没错，外面可能都是10根。是，如果大家想今天多得一根，并且还有限量的这个冰袋礼包，以及还有明信片，朋友们，对，就2000单，马上就没有了，朋友们，就明信片也会有的哦，是的，付款了，朋友们，而且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京东的发货。所以各位不用担心，哎，到时候就挂了，不会的，朋友们，再吃一个。对，但我看你刚咳嗽了，是一个不同的口味，你别吃了，对，咳嗽。然后来吧，哎，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原味的，蓝色的，蓝色星球，巨帅，好看，而且给大家咬一下，这个、是生椰拿铁味儿，你看，哇，就好像你这一口把一个那个咖啡咽到嘴里的感觉一样，对，椰味非常足，拿铁。对，真的，我感觉是因为用了燕麦奶，所以不腻。所以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去下单，是的，下单然后付款。然后来，我们准备给大家抓了哦。准备要给大家抓喽。这波玉清，我给大家抓。来吧，给大家抓，3指就这截图就可以了。OK 来了。来吧，朋友们，我先试一下3指，别我第一次试这个。对。OK， 可以。等我们准备好要给大家抓喽，我们的大礼包。现在付款还有机会，朋友们，抓紧时间付款了。而且还有没点关注的要点点关注，没亮灯牌的一定要亮亮灯牌，别后抓到你了。对，没有灯牌就可惜了，朋友们。付款，朋友们，现在还有机会付款。第一步，成功下单并支付；
第二步点关注亮灯牌，是的，第三步打抽我或者请我都可以，朋友们，没错，好吧，但是大家不要打一排哦，准备好了，朋友们，可以倒计时，来，五、四、三、二、一，好，走，我们看看是哪几位幸运的朋友，恭喜加灯牌的朋友们，让我们恭喜一下，有虎牙。虎牙亮灯牌，对，虎牙一位，哎呀，还有我们的这个 Diri 朋友可以，以及小姚不会扣篮，恭喜这三位朋友，对，还可以再截一次，朋友，对，还可以再截一次，然后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深椰拿铁口味，它是咖啡浓缩的，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同时呢非常的弹牙，而且它外面是一层这种脆的冰衣，你嚼下去之后呢，除了咖啡的香之外，还有浓浓的椰香，非常纯正，非常好吃，哎，特别好，推荐大家，已经没有了。对的，咬着吃的声音感觉没了。哦，怎么办，各位朋友们？大家还有没有拍到的新进来的？还有机会，对，还有机会哦，还有机会，再截一次，还有机会啊！所以各位朋友们，打个药。刚进来的如果有药的话，一号链接。打一个药字啊，打一个药字，对，打个药，我们给大家精准看看能不能再上几单。对啊，因为你在我们直播间今天拍到的不仅是十个，我朋友们，是十一个，是还有一个是给大家柯宇给大家请的，以及限量的宇航员的包装冰袋，包括还有明信片都有，朋友们。同时也建议大家，多拍两单。哎，因为冰棍其实不耐吃 的，你就吃一个，过两天就吃一个。你回家自己吃一个。对，你哥哥得不得吃一个？哦，你哥哥吃完了，你爸爸也想吃一个。嗯，哎，你爸爸想吃完了，你弟弟也想吃。嗯，你弟弟朋友也要吃。是啊，一下十一根全没了。全没了。这个真的会传染，就是如果我在吃冰棍，我身边朋友一定会说有没有一个，再给我来一个，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同时再跟大家讲一下，你看夏天我们炎热的夏季现在才刚开始，而不是到末尾，对不对？现在几月份？五月底，六月份很热，七月份很热，八月份很热，对不对？所以各位朋友们，六七八月靠什么度过呢？也许就靠一个冰棍，而且这个冰棍如果是零蔗糖，零反式脂酸，那就更好了。对，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一号链接我们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哦，再来一次，倒计时一分钟，然后我们就要抓锦鲤了，各位朋友们拼手速，99块钱到手，十根吗？不，今天柯宇来了，再加一根，而且这个机制，柯宇走了就没了。哎，对，99块钱，十一根，再加柯宇的明信片，再加我们宇航员的专属冰袋，来准备好了，三二一，上车。刷新购物车一号链接。对，就一分钟时间啊，朋友们，就一分钟的付款时间，朋友们。需要在一分钟之内我们给大家下单付款的朋友，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大礼包，也能获得我们的锦鲤，朋友们，59秒还有55秒的付款时间，朋友们抓紧时间，没错，对，就跟大家说燕麦拿铁你嚼着吃的话，就是那种第一口是惊艳的，然后第二口比较清爽的，朋友们，对，每个口味都会给到你惊喜，大家可以拿回去感受一下，吃一吃，而且今天这个价格说实话在我们直播间也是非常合适的，朋友们，而且一会儿柯宇走了，我们链接可能就下掉了，朋友们，是的，一号链接已经上了，大家要快人一步付款，我们也会快人一步发货，朋友们，对，热卖1000多单了，最后20秒的付款时间，朋友们，对，同时我们今天一号链接到四号链接全部都是欧丽家的好产品，是的，一号链接是我们今天的主打产品，就是我们今天的新品啊，618上新日由柯宇给大家带来的欧丽的雪糕，然后呢二号链接是我们的燕麦奶，三号链接，三号链接是我们的港式燕麦和这个蓝方园联名的，然后四号链接是我们的冰淇淋，大家可以多拍，然后同时不管是我们平常要喝咖啡还是我们要解暑，我觉得今天一个大满贯，一号链接、二号链接、三号链接、四号链接，想拍哪个拍哪个，但是一定要记得一号链接如果可以走了就没有这个机制了，是的，而且现在下单还有明信片，还有最后的105单下单完事之后明信片就抹得了，对的，朋友们，对，所以各位朋友要下单趁现在抓紧时间啊，还有最后的100单了，最后100单，朋友们，零反式脂肪酸，不含任何的动物脂肪，而且我们是零蔗糖、零乳糖的，朋友们，好吧？一号链接已经亮了，热卖1205单，我们最后10秒钟要给大家抽了，朋友们，付款最后10秒钟，是的，5种口味都有，赶时间哦，对的，
然后我们一会儿要抓住你，马上就给大家抓了，朋友们。嗯，好吧。然后所有的朋友们，主要是我们今天这个机制是仅限我们直播间的。如果你是柯宇的粉丝，然后刚好又刷到我们直播间，有缘分，抓紧时间一号链接回去可以尝一尝。对，就是一口，就你会发现每一口都是一个小满足，就像喝咖啡一样，朋友们，就是那种感觉很棒的。好吧，一号链接，我们最后五秒钟，我们准备要给大家抓喽。嗯，好不好？大家一定要给我们点关注、亮灯牌。来，准备喽！拍下一定要付款，嗯，很多朋友拍下还没有付款的。是的，现在付款来得及哦。来吧，我们准备抓，来喽！对，来，来吧，倒数十秒吧。嗯，可以。行，十，给他们点。但是一定要点关注、加灯牌哦。这里哦，点关注、加灯牌，随便打一个，打请我就行了。对，嗯，灯牌。九，八，八，七，七。六，付款还有机会，朋友们。五，五，成功付款的还有机会。四，三，三，拍下的朋友一定要付款了。二，一，走，走。OK， 恭喜，恭喜，恭喜！给大家看一下，哎呦，这波朋友要有点难受了。呀，嗯，怎么了？他们没有加灯牌，哎呀，第一个加工灯牌的朋友是一直很安静呀，恭喜一直很安静呀。对。然后第二个加灯牌的是每天一杯美式。是的。恭喜恭喜。OK， 那还可以再抓一次，还可以再抓一次啊。那一会儿我们再抓一次。现在付款来得及哦，各位朋友们，一号链接再跟大家讲一下啊，今天是99块钱到手11支，11支雪糕。混合口味，同时我们今天下单还会额外给到大家，嗯，柯宇的专属明信片，对的，再加上我们自己宇航员的专属的这个明信片，对，还有一个冰袋，对的。然后各位朋友们，一号链接抓紧时间拼手速，然后我们，这个怎么说呢？618奥利的冷饮抢先购上新日啊，也快要结束了，是的。但是我们一旦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机制就也没有 了。对对，今天好不容易我们邀请到了柯宇给到大家上的福利，所以各位柯宇的粉丝朋友们冲他，哎，冲他，哎，最后可不可以给粉丝来一个那种粉丝福利，就是我突然想到，因为刚刚我们 Q 到了金牛座，可以问问粉丝朋友他们是什么星座，可以啊，就比如说他们什么星座，你可以给他推荐一个，比如说适合哪个星座的口味，没问题啊，对吧？可以，大家粉丝们，大家什么星座的，什么星座的可以打在公屏上，打在公屏上，对，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最后一波的福利和大家一个互动，朋友们，一会儿给大家抓锦鲤哦，一会儿还能给大家抓锦鲤，包括我们大礼包都有的，嗯，大家什么星座？对，摩羯，好多摩羯座。我射手，嗯，你射手，啊，射手座，我射手啊，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也是射手座，是吧？嗯，对，射手座的话，我觉得你真的会比较适合那个甜甜，那个你刚刚喜欢是墨香红茶。对对对，哦，今天我忘了说了，其实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做法，嗯，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特别流行的，嗯，就是那个用。奥利的产品马上给大家做的，你回复一个，大家你觉得他现在就是天蝎的、白羊的，是白羊、天秤、狮子，狮子是的。你觉得他我放这导播老师你能看到吗？这边可以给特写。我觉得如果是狮子座的话，狮子座适合一个比较奔放的口味，比较奔放的口味，对对对，说实话比较奔放的。我觉得啊，就是那个，我觉得是拿铁。我觉得拿铁是适合，因为我觉得火象星座的话会比较适合拿铁，好高，要拼，那必须的。现在就是刚长的，你知道吗？对，刚长的，播了半个小时，长了，对，长了得要20厘米，啊，是的。然后来吧，我们给大家教一下怎么调那个东西啊。对，其实最近特别流行，那个叫我想那叫什么来着？叫做。火象星座，刚刚柯宇都那个，我看一下啊，拿铁的啊，那个我还专门学了，还有个名字叫什么来着？叫做阿芙加朵。对对对，阿芙加朵，阿芙加朵，对，我刚想说的阿芙加朵，怎么做阿芙加朵？在家里面就能做阿芙加朵。首先，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意大利的。哦吼，哎，是一个意大利的很特别的，对，咖啡。明白。那我跟雪糕有什么关系呢？跟雪糕的关系就是我们雪糕的口味，嗯，和拿铁有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gelato， gelato 是什么？什么东西？ gelato 是反正就是一种冰激凌了。哦，了解了解。吃的那种小比如说小冰激凌球啊，嗯，就是那种，就很多人都会喜欢吃。嗯，它是口味比较轻盈的那种感觉。嗯，但是你刚刚说那个阿芙加朵，配上雪糕，对，嗯，就会是搭配出来像咖啡一样的那种口味。是吗？对。那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看看，我不知道会不会翻车啊。
希望不会吧？对对，不然直播就很尴尬。那对，没关系。但是直播有个好处，你知道吗？就是你翻了车，然后过去了就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对，过去了就过去了，可以，就很好啊。直播间没记忆哈。对对对对，大家没有记忆的。第一步应该是咱们把燕麦奶倒进来，对吧？我就是复刻你的动作啊，可以的，跟随你的步伐。但是我不是特别专业啊。我相信你。先把燕麦奶倒进来。把燕麦奶倒进来。是的。第一步，我跟你说这个，你以前有见过这个牌子的燕麦奶吗？嗯哼，这个燕麦奶就是平时很多咖啡厅都用的。对，就是一定要去调什么燕麦拿铁啊什么的，都会用的。在咖啡厅里面，他们做拿铁有的是用那种全脂。是脱脂牛奶，嗯，还有那种真的很怕胖，或者是需要更促进消化的人，就会选择用燕麦奶。对，基本上所有的咖啡厅里面用的燕麦奶，是的，都是这个牌子。对，然后第二步啊，把这个拿铁口味的咱们的燕麦雪糕放进去。哦，对，给大家看一下，零蔗糖的，各位朋友们，拿铁口味的，对，零蔗糖，哎，零蔗糖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拿铁口味的非常好。然后呢，直接放进这个里面，直接随便吃。直接，哎，你可以选择直饮，也可以选择加冰棍啊，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再加入，你看下去了之后呢，再加入我们的，嗯，咖啡、嗯，咖啡粉啊，或者你如果有咖啡液咖啡也是没问题的，都可以加进去。嗯，对，看你自己喜欢多少啊，我就少弄一点，然后呢搅拌一下，让它的最好是上面能够浮出来这个咖啡。他做好那种上下分层会比较合适一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刚才应该先把咖啡粉倒进去，然后搅好了之后再把最后把冰块放进去。哦，你不觉得吗？我在搅拌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哎，这个对，这么巧了吗？这么巧了吗？是的，以后有经验了。对对对对，这就巧了。那以后就是第一步先放咖啡粉，是的，然后再放我们的燕麦奶，第三步再把那个冰棍放进去，朋友们，然后可以把咖啡放把冰棍放进去。这就是你可以选择直接吃，对，你也可以选择喝，都是没问题的。阿芙加朵就做好，你也可以选择边吃边喝啊，也 OK 的。 对，就是这样的，就 OK 了。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贵，秀色可餐，哎，很贵，非常贵，看起来就很贵，就是像做了一个小时才能做出来的东西。对对对对，感觉是精心设计。我只是想夸一下我自己的手法。没错没错，你说比如说这个咖啡粉凝固在上面的这种感觉吗？不是，以为是那个什么珍珠，黑糖珍珠的感觉。有一点，有一点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调一下阿芙加朵，只需要买二号链接加上一号链接，然后家里面有咖啡粉就可以了。随便有咖啡粉。有朋友说笑死我了，这怎么了？啊，刚才发生什么事情？哎，对，欢迎大家啊！我们刚开播，怎么了？什么情况啊？一号链接已经没了，没了。那我们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能不能再给大家开一波？嗯，这一波的话，我们给大家还有冰袋、明信片，朋友们，带劲的，所以抓紧时间付款了，好吧？对对对，抓紧时间哈，一号链接就没了。那我们再带劲的上播链接。等会儿，等会儿，我们让柯宇喊321刷链接，因为我觉得你刚才之前没喊过。对对对，体验一下啊。你直接喊321。对，我你就说他们陪我一块喊行不行？对，你说行，来，你说321，然后他们就会说刷新购物车一号链接。你前面也可以做准备，你说家人们批手速，然后今天这个抢购的时刻到了，怎么怎么样，你都可以讲。好，来，那就咱们上是几号链接有讲究吗？一号链接。一号链接。对，一号链接吧。我们现在准备上一号链接啊，家人们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下单啊，把单都给我下起来。而且今天还有什么？你说说。给点面子，下一下哈。而且今天额外还有冰袋，对，还有明信片。嗯，见证我们实力的时刻到了。对，看这波能出多少单。背水一战。对对对。现在此时此刻，我就是韩信。看一下能不能过关啊，成为一个专业的带货主播。好，那我们三二。一刷新购物车，一号链接，好，过瘾，是不是很带劲啊？对对对对对，其实很有仪式感啊，太有仪式感了，很好玩的啊。看一下，哎，各位朋友们已经上了一号链接啊，出了一单，可以的，出了一单，好，一单，谢谢家人这一单，对对对，五单了，已经出了五单了啊，朋友们，十单了，哎，已经出了十单了，可以的，可以的。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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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的支持啊！对对对，记得付款哦，朋友们，拍下一定要付款，而且我们都是京东给大家发货，不用担心到手会化了，坏了的话，化了的话会包赔的，朋友们，好吧？一号链接放心去拍就 OK 了，大家也可以拍二号链接搭配着一起来自己做一个他们刚刚做的阿芙奇朵啊，朋友们，一号链接，但是它有热卖1317单了，朋友们，奶的还有想要的不要错过啊，抓你抓你，哎，我们是不是还能再抓一个？是不是还能再抓一次？
可以，是不是还有、还有几个名额？还有几个？还有一个锦鲤，对吧？意思是我还能再喊一次。你还能再喊一次，5 4 3 2 1。好，来，五。等会儿。哎，好。我们准备老师手机，抓你的手机。来，先上链接。先上一波吧，咱。先上链接。先上链接。我就想上链接，来。准备。好，准备啊，五、四、三、二、一。刷新购物车一号链接，哎呀，好过瘾，可以的，可以，好，对，二好的，对对对，上好了，朋友们，是的，上好了，对，上好了啊，各位朋友们，刚才应该录屏的，我跟你说，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我们。我们的宇航员对细心的真的记录下来了，对，可能这是仅有的一次，哎，未来不知道，反正这次仅有一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对不对？独家，是的，独家体验。那我们准备给大家抓，哎，我们要给大家抓锦鲤了，来吧，来，这次对，这次还是我们满屏吧，截屏，我自己抓，要不你自己可以吗？就三指，你自己来吧，三指一下就，但是你要倒计时，你要引导大家点关注加灯牌，头晕眼花，对，但是你要先引导大家点关注加灯牌。对，机位在那里，老师。对对，大家怎么加入我们的购物团呢？各位朋友们，点击我们的头像，头像，对，得往这边一点是吧？对着、对着那个机位，哎，来，不好意思啊，第一次没经验，不好意思。没关系，你先切过来，对对对对，哎，好了，然后呢，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上面，导播老师摇一下，往上走，来往上走，哎，对，加一下我们头像右侧的小红心。加入我们的购团啥意思呢？就是你把手指拖到这小红心这儿，对，拖一下，下来之后我就可以截屏了。对对对对，来准备好喽，各位朋友们，拼手速啊，不是不用拼手速，这个你打点什么？但是你前提要加购物团，就是拼运气的事。对，拼运气，我们是五位对吧？这回，哎，给大家抓一个满屏啊！但是如果没有带购物团的，我们就不算数喽。对，一定要下单付款哦，各位朋友们，来准备好喽，倒计时，来吧，你来。啊，你们到底是我来吧，我行，好啊，可以来，五、四、三、二、一，走，我 OK， 然后点一下那个截屏，没错，然后这个时候就不能冷场，说可以说恭喜，对，不能冷场的时候到了，恭喜我们第一个幸运儿，是我们的 LL。哎，对，是吧 ？LL， 对对对，第二位是我们十级购物团的彩虹，彩虹，抖音幸运星，抖音幸运，你的名字，抖音幸运星，可以的。然后第还有吗？还有一个没有了，那个不是，对对，恭喜这两位朋友，恭喜你们，恭喜。那我们对，同时来个福利吧。就是因为我们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可以的，在下播之前让柯宇给大家再上一波福利，可以的，好，来吧，那我们就给大家上一下我们的巧克力燕麦奶，哇哦，这个巧克力燕麦奶今天是给到所有的朋友们，你自己要买的话大概是很这个三位数吧，我记得啊，就这个重量的，对一升的，很令人不舍的一个价格，对，今天直播间注意听，到手价格定，听好了，说出那个我们都知道的价格，9.9，哇，9.9还包邮，来，我也想买，对，但是你应该抢不到，给到所有我们朋友们的福利，来拼手速，来你来，我来，最后一次，对，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还说什么话？就说今天9.9到手了，今天我这价不要99，不要89，不要79，不要99，不要89，不要79，不要69，只要。9.9，对，9.9，对，9.9，好，来准备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刷新购物车一号链接，我记住一号链接了，以后有新歌，回家做梦都是一号链接，对，以后有新歌也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那种混响里面的那种，对，刷新购物车一号链接，对对对，可以的，给大家上架喽，各位朋友们来了啊。一号链接快去抢，同时我们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奥利专场，对不对？我的妈，最后倒计时1分钟，我们要结束了，各位朋友们，我们还有什么话想要跟柯宇说，打到公屏上，是的，然后我们倒计时1分钟，我们今天的奥利就结束了，各位朋友啊，来1分钟之后我们就要倒计时，来，所有购物车都开价了哦。对，有什么话想要跟柯宇说的，想表白的什么都没问题，都可以，朋友们，一号链接。柯宇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的？刚好想跟大家说的，对对对，想问大家有啥想跟我说的啊？可以的，没问题，好，没问题，太皮了啊！对，主要是也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是的新专辑，没错，然后要关注一下我们 Oli 的雪糕，对，给大家夏日来一份清爽，好不好？萌萌冲，好不好？萌萌冲，对，还有三十秒钟，还有三十秒，我们就要下喽。等会儿让最后一段话啊，您说，九块九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可以。想让是什么来着？还有什么、啊？一般情况下，九块九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诚心诚意交朋友，交朋友，对、啊，可以，就在交个朋友直播间，可以的，可以可以。最后十秒钟了，最后十秒钟，朋友们还有机会付款，对，十秒钟，柯宇就给大家 say 拜拜了，我们要再转播一下。导播老师给柯宇一个特写吧，特写、啊、可以做一点 pose， 然后我们来十秒钟倒计时，我们下播了，十、九、八，妈呀，这是个十连拍啊，六十。五、四、三、二、一，拜拜喽，朋友们，拜拜，拜拜，哎，拜拜，大家，拜拜，拜拜。